女星瑞莎近年在台湾培育年轻的体操选手，近期带着孩子出国比赛。四号，她也在脸书上分享了好消息。瑞莎是发文表示，小选手们击败了222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好手，一共拿下了一个金牌、三个银牌、三个铜牌。其中，我国的国旗 Taiwan 的字样还出现在大会的电子墙上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网友也直呼好感动，大家都好棒。瑞莎也喊话，很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人。这些成绩是我们一起的，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，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台湾美丽和力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